家庭总是在风雨中伫立，有你的血汗，有我的真诚，我们都是一家人。齐木马，陈福先生到底欠你多少钱呢、啊？我不要说，为什么？我就不要说嘛。哎呀，这个说出来有什么关系嘛？啊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说出来才能还你啊！就是大家商量商量吧。对啊，就是。我就是不要说嘛。说出来阿福欠他多少钱，那阿福一口气还了，就可以不娶他了嘛，哈、哦！没有了，没有了，其中有一点是你们不知道的，是哪一点啊？因为啊，陈福先生根本就没有欠齐步马的钱，齐步马，你说我说的对不对？对对对对对。啊，所以你就说不出来，对不对？可是他为什么不娶我呢？我会对他很好的呢。好了好了好了，那现在呢，真相已经大白了。真实的情况是，阿富并没有欠喜布马的钱，但是他怕喜布马缠他，所以干脆他就吃点亏，给他一笔钱。他说欠多少，他就给多少。啊，可是现在啊，我却想到了一个问题。什么问题啊？哎，喜布马，为什么你不去赖别人，你偏偏来赖我们阿富呢？对呀，对呀，爸，他不是也赖过你吗？出去！大人讲话，小孩不要插嘴。喜布马，你说，好好的说实话，不可以撒谎哦。因为啊，因为他长得很好看哦，呆呆的，很好玩，我也不知道了。阿福，阿福，你听到没有？人家喜欢你。爸，是去擦把脸呐、啊，不是去上一号、啊。好了好了，齐木马，那如果哥哥真的娶了你，你就不再说他骗你钱了喽？那当然啦、啊哎。阿虎啊，我会帮你赚钱呢，我也会养青蛙哦。不要你养，我自己会养，我自己会养。哎，阿虎，不要再挑了，对不对？讨个老婆、啊。对你好，能赚钱，
这就够了嘛。嗯，对。哎，爸爸，我看您现在就当场裁决一下，判定他们两个人即刻结婚就是了。啊，爸，即刻就结婚啊？是啊，爸，即刻就是现在。哎，啊，对啊，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现在就现在，对对对，好，好。我家里都打扫好了，明天我去打鱼，你就可以搬进来住了。什么？你打鱼？嗯，啊啊啊，是，我要他去。哦，薛船长他们船上欠人手，我就说干脆就上船去了。啊，对对对，哇，哎，沙姆，你对你新爸爸很孝顺呢。阿雪啊，那你应该对今天的这个大会做一个结论啦。好，那我们这样子，我们赞成舅舅娶喜不马的话，我们就举手。好，哎，你看一致通过了，就是。对对对，还有啊，如果赞成喜不马嫁给舅舅的话，也举手。什么？去！对对对对。好好好。那么大家全部都举手了，我们就全体一致通过，李晨奏乐。还没决定呢，你又去他们家了？哎，你怎么老是去他们家呢？这个我发觉你啊，你女儿还有你儿子都好像很喜欢到林家去。我们是二十几年的老朋友老邻居了嘛。而且啊，我还觉得你女儿虽然叫她干爹干妈，可是却比对你还亲啊。嗯，你怎么会突然跟我说这些啊？啊，也没为什么了。哎呀，好累好累，累死累死了。哎呦，哦，累死我了。哦，还有没有别的闲事要管？啊，没有的话我再去给你找一两间管一管。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没什么意思啊，能者多劳嘛，对不对？要不怎么显得说我老婆能干呢？啊，去去去去去！哎，阿父啊，跟喜不马的事儿一定，拘留权的问题也解决了。嗯，对了，哪天沙姆上船的时候，我去送送他。好好，什么都听你的，可以了吧？这孩子也蛮好的。嗯。哎，天哪！你觉不觉得那天我们在谈哥跟齐木马的事情的时候，亚堂不是很起劲？他起不起劲有什么大不了？阿富跟他又不搭嘎。可是我觉得亚堂不应该那么不快乐。你关心关心我好不好啊？你少管一点别人家的闲事可不可以？可是亚堂不是别人家，她是一梦的妈妈。一梦的妈妈又怎么样？哎，就算她现在想当奶奶都不成问题啊！啊，不要去担心她了，那顶多就是缺个老公嘛，大不了我给她找一个嘛。哎，对了，为什么不跟她找一个？啊，老卢怎么样？老卢啊，老卢可以。嗯，过去啊他们俩还挺谈得来的。嗯，可惜他们是儿女亲家。好啊，儿女亲家才好啊，那就叫做亲上加亲啊。
真的，你真的觉得可以啊？嗯，可以。怎么样？如果你不是觉得我在瞎起哄的话，我就替你去向亚堂说说。这个，怎么样嘛，老卢，我们都是中年人了，不应该再像年轻人那么啰里啰嗦的，譬如什么不好意思啊之类等等的。就因为上年纪的人谈这种事情才格外的不好意思。没有关系嘛，我去替你说。这样好不好？让我再考虑考虑。你觉得亚堂配不上你啊？不是，我是在考虑，我配不配得上亚堂。哦。去吃饭。好，不过你先打电话给静农，告诉他我们要晚半个钟头。有事吗？有一点事，不过是属于我跟你们之间的事。那就不必了。爸，什么事你请说。上午你出去办事的时候，你干妈来过，她跟我提起了一件最近我也曾经想过可是一直不敢信以为真的事情。什么事情？她要替我跟你母亲做媒。替我跟你母亲做媒，让我们都有个伴。你听了这件事情会有什么样的感觉？我承认事情是有些突然。爸，不过这并不代表着我不能接受这种情况。其实怎么样？其实我对我妈心里一直有很深的歉疚。她有三个小孩子，可是这三个小孩子好像都并不想去多了解她。我相信一梦他们听了这件事情心情一定跟我一样，希望他能够有个好的归宿。只不过我们觉得不应该是你们认识的人。你也不用急着回答我。其实我很了解你现在的心情。不，爸，你不会了解。像我这样一个已经成长我又成了家的子女，对于自己母亲在家的情况，其实只有一种要求。什么要求？我希望她是被爱的，而不是用来填补空虚的。我母亲，她一直都在尽自己的职责，可是她并没有获得多少母子之间的爱。所以我希望他在你这边不是再一次的要求尽他的职责了，他也需要被安慰，被关心，被一个他所托付后半生的人爱。
妈，你看卢红玉这个人怎么样啊？你怎么对长辈提名道姓的这么没礼貌？反正人又不在这儿。不在这也不能这样说呀，人前背后总要表里如一嘛。哥，好恐怖哦！你看我随便说一句就给妈骂成这样子。一梦，好嘛好嘛，不理他就是了嘛。哼，你到底什么意思啊？我什么意思啊？这个嘛……哦，人家托干妈做媒了。那也没什么嘛，人呐上了年纪，总要找个人作伴呐。妈，那你呢？你年纪也不小嘞。一梦，你在跟谁说话呀？人家是因为干妈叫我来跟你探探口气，看你愿不愿意跟卢伯伯做个朋友嘛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再想办法把你们凑成一对啊。我就这样讲讲，你就这样骂人家。真是点幽默感都没有，我不说了。啊，妈，我去看看一梦啊。我真的一点幽默感都没有吗？谁呀？请喝茶。谢谢。怎么样，考虑好了没有？是愿意还是不愿意啊？我当然愿意了。不过呢，我希望由我自己来进行。哦，这什么意思啊？我希望我自己啊向亚当提出。哦哦，我懂了，那就是我红包就不给了，省了。啊，不不，我红包呢当然照样给啊，而且还要给个大的。谢谢谢谢谢谢。永庆，你想得到吗？我妈居然要跟卢伯伯结婚了。我们都假装不知道他们感情的进行，可是我们都看得出来，她的脸上有了喜悦，有了光彩，那绝对不比任何一对年轻情侣稍有逊色的。当然他们不会像我们一样火辣辣的充满着炫火，但是在他们那种宁静无语的注视当中，你所看到的是温暖，是永恒。不必说一个爱字，却已经有了爱的一切。永庆，多希望我们也是这样的一对呀。我几乎已经愿意承诺，我们到50岁再来结婚。差劲，给他写了800封信，也不跟人家回一封。喜事是明天的事了，你现在放什么鞭炮啊？不行啊，老公，我太高兴了，我等不及明天，先放一串乐一乐。亚堂啊，恭喜你了，一下子又多了一重身份，变成是你儿子的老岳母了。真是，亚堂，这是我一点的心意，你一定要收下来。谢谢你，老徐。妈，哎哎，对了，岳父来了。爸爸，岳父给你带来结婚戒指。哇，哎，好漂亮的祖母绿啊！这就是祖母绿啊！是啊是啊，就是啊。妈，真的好
好漂亮，你看看，快看看，快看看。谢谢。这只是我要表现的万分之一而已。哇，我爸什么时候变那么会说甜言蜜语啊？好了好，小孩让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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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坐，请坐。老罗，来来来，请坐，请坐。鬼才尊敬他，天底下的女人都一样，朝三暮四，见到了男人就可以把自己的小孩给丢掉。你说什么？别这么说话啊！哎，你骂谁啊你？你管我骂谁？老子我爱骂谁我就骂谁。升级内脏，造成大量出血。我想，只有尽人事听天命。希望他的家人能够节哀。我很抱歉。妈，妈，莫阿姨，妈，妈，莫阿姨，亚棠，亚棠，妈，妈，沈必胜，我让你给我妈逃离，冤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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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冤我在，我在。红衣，鲁伯伯，叫我。丫头。丫头。我在这儿。阿雪。嗯。红衣，不要怪毕生，他已经够可怜的。你不要担心那么多了，好不好？不要操心了嘛，啊！李大人，受伤的就是这位孟先生，这位是承办这件案子的警察先生。警察先生，你收手！医院这位伤者。他能说话吗？
这个啊，他也希望他自己能够解释这件事情。是吗？那听说您是因为年轻人打架，您过去阻止，所以才被一个叫沈必胜的年轻人所伤，事情是这样子的吗？不是。啊？不是。是我自己不小心摔了一跤。一梦。春枝。警察先生，是。我想把事情说清楚，免得牵累到必胜。是，我在这里，我想你应该先休息一下，等改天再。我不要休息，麻烦你。记一下，慢慢说。我叫宋亚堂，我的儿子孟一元跟我们的邻居沈必胜打架，我教训我儿子，不小心摔了一跤。我受的伤跟必胜无关，在场的人都可以作证，也可以问问他们是不是跟必胜无关。各位，这位太太说的情形是不是事实的？他们休息一下。我对不起你，阿姨。警察先生，他是我母亲。如果真有这么一个人伤害了我母亲，我绝对不会不顾我母亲的情况姑息那个人。我在现场每位目击者证人前面保证，这件事与沈必胜无关，他不必负担任何刑事责任。亚堂，妈！
孟阿姨，你听得见我跟你说话？我知道你一定听得见，因为当以前别人都不屑跟我说话的时候，也只有你愿意跟我说话。闭上，典礼要开始了，快过来吧。谢谢。前的今天，我们德惠之家的荣誉创办人宋雅堂女士在一次意外受到伤害而去世。可是在她临终的前一刻，她还不忘尽她最后一口气力来维护那位使她受到伤害的少年，因为她知道那个少年不是故意要伤害他，而且他也深信只要有人能够给他爱心和鼓励，那个少年就不会再自暴自弃，而愿意努力上进，走向光明。所以在宋雅堂女士去世之后，我跟陈雪女士、林天来先生就一起创办了这所德惠之家。凡是失去关怀和鼓励的朋友们，我们都接纳他们，让他们到这里来。这里是你们再进步的起点，也是你们建立信心的泉源。但是这里绝对不是你们只为了要逃避现实的避风港。因此，如果你们要保有自己的尊严，就必须要彻头彻尾忘掉你们胸中的怨恨，让爱心充满你们的胸怀。来瓶酒，切几样菜。罗大哥，是你？大头啊，小江呢？小江，快来啊！罗大哥来了。哎，罗大哥，真的是你啊，罗大哥。你好啊，罗大哥。
你们怎么会做这个生意呢？说起来，我老大实在是不相瞒，自从您入狱以后，我们哥俩就混不下去了，就在这个小吃店做个小生意，维持生活。是啊，维持生活嘛，就是再混也混不出什么名堂，是吧？所以我们就老老实实的做个小生意呀。彪子瞎了，哎呀，提起彪哥也够惨的，坐牢啊坐了一年半，月红啊就趁这个机会带着小红一起逃走了。哎，不但跑了，而且把所有的财产都给拐跑了。对呀，听说啊他在灵台的那个建筑公司啊做事工，好像只是打打零工而已。这烂的，你这一趟出狱是不是还想报复林天来呀？罗文斌又出现了，他的刑期并没有服完，但是狱方认为他表现良好，具有后悔的诚意，替他办理假释，提前出狱了。斌啊，这几年呢又苦了你呢，最后啊我才完全的知道，你完全是为了陈雪一个人，你把你自己啊害了一辈子。哎，其实啊这又何苦呢，随便找个女孩子也不见得比陈雪差，现在可好了，大半辈子都过去了，还闹到这种地步。好了，你就别说了吧。唉，我家的情形怎么样？除了法院没收的财产之外，剩下的还要替你还债。本来我是想替你留住祖传的房子，可是啊，你就简单一点说吧，是不是连还债都不够？债是全部都替你还清了，剩下的也没有多少钱呐，只有十几万块钱呐。这是剩下来的钱，这是所有账目的单据，你以后有空啊慢慢再去看。这就是我全部的财产了。文斌啊，你也不要难过，好歹我们都是堂兄弟，以后啊我看你就干脆住在我家算了。罗文斌出狱了。是啊，听说他在服刑期间表现良好，所以假释出狱。他会表现良好，那是监狱里的人让他给骗了。当年他用苦肉计混的食品厂不也是表现良好吗？怪只怪老卢当初啊判他判得太轻了，他这种人就应该枪毙。天哪，别乱说话，老卢是根据法律判他罪的，他又没犯死罪，枪毙他干什么？哎，不过仇恨越积越深，恐怕他会动歪脑筋啊。他要敢动歪脑筋，我就不管法律不法律，我先把他打扁了再说。天哪，你怎么越来越粗鲁了呢？哎，这什么叫粗鲁？我说的是认真的。哼，好，就算你能打扁他，你也犯了法要去坐牢啊。切，跟这种坏蛋拼命，坐牢划不来嘛。是啊，干爹，这种人呢、啊、犯不到跟他硬拼，如果他还做坏事的话还是会被关进去的。对啊，干爹，他现在是在假释期间，有司法机关的保护跟管束，他想要做坏事也不那么容易。干爹啊，
其实我觉得罗文斌怪可怜的，你想想看，前后坐了两次牢，人也老了，我看不要理他算。哼，我觉得一梦说得很对，我们只要大家多注意他一点，我们又不理他，他能怎么样呢？就是啊，上次啊，他有苦肉计啊，我们上了当，这次他用什么计，我们都不要相信就好了，对不对？嗯。我打你又怎么样？你无理取闹，惹是生非。告诉你，这条路我过不下去。你过不下去？难道我过得下去吗？我告诉你，我也过不下去了。我走，我带着孩子就走。李永华，我告诉你，我们两个到现在，我们两个算是完了。好，妈妈带你。完了就完了，他妈的没有什么了不起。我走。要走可以，你把孩子给我留下。孩子是我生的，我为什么要留下来给你？你算什么东西？我当然要带你走。你给我搞清楚，孩子是你生的没有错，但孩子是我们林家的人。又怎么了嘛？又怎么了嘛？吵吵吵，三天两头吵，不像话。乖，妈，永华要打我，他还用脚来踢我。我告诉你，我跟他之间，我们两个算是完了。永华，你给我听着啊！我不管你们谁对谁错，我已经受不了你们。今天你们就彻底解决，你们给我搬走。天哪，你先别发脾气嘛，我来解决。我不管你们怎么样解决，反正我跟永华是完了，我一定要带着孩子走。妈妈知道你受委屈了，妈妈会挺出去的啊。我不要你们踢我出去，反正我要走，我要走了，你们不要管我。齐磊，齐磊，你冷静一点嘛，乖乖乖，是个不哭。你们不要管我，你们统统都不要管我。去，像什么话？爸，爸，爸，师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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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快快快快，走，走，慢，要走可以，你把孩子给我留下。我为什么要把孩子留下来？告诉你，我今天就算我死在外面，我要带我的孩子一起死在外面，我不会留下来的。我们老师们，永华，不要吵了，不要吵了。齐美，带孩子回娘家也是合情合理的，成天吵吵吵，回去几天也是好的。一诺，啊，坐下，送今天回去，太不像了。不要哭了，不要再难过了。那林家就没有一个讲道理的人。哭，你放心好，这一口气爸爸替你出，你就安心的跟我住在这里，再也不要回去了。永华。好了好了嘛，儿子都这么大了，不要老教训他了。让吉美在娘家住个几天也好，我们落得清净啊。哎，可是。可是什么？可是啊，罗文海是罗文斌的堂兄，要让罗文斌知道这个事情，他一定教唆罗文海，到时候。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，那也随他去了，谁怕谁呀？现在你升了工头了啊，怎么样，这工作还满意吧？满意啊，很满意啊。哎，
月红那个臭娘们把我的家当拐的是干干净净啊，要不是天来不计前嫌的收留我，我就算不跳海啊，我也蹲到马路边去了。好好的干，这以后呢再讨个媳妇儿就是了。哎呦，唐大哥开玩笑了。哎，进两个进来。谢谢姐姐，到了到了。哎，王叔啊，爸，咱拿瓶酒来。哎，谢谢谢谢。啊，这一瓶酒啊，三个人不够，我也知道。啊，我来拿着呢。来，知道知道。哎，李子干，哎，不敢当了。这个酒啊，不是什么好东西哦，少喝点，我看一瓶也就够了啊。大哥，这本来呢，我是经戒酒了，今儿呢，是因为这个阿彪当工头嘛，来贺贺喜。一块儿喝一杯，李大哥。现在我对这玩意儿是滴酒不沾了。啊，您喝一点没什么关系吧？哎呦，永庆给我开刀之后啊，他跟我说，我要想多活几年呢，这玩意儿最少少碰。那这样就不勉强。哎，不客气不客气，来来来来，我给倒。谢谢谢谢。来来来，自己拿自己拿。拜拜。敬你，是老板。可以这么说了。给我来瓶酒，请来卤菜。不卖。为什么？不卖就是不卖。请你出去。对。罗文斌，我们这儿不欢迎你，请你出去。你听到没有？对，我们这里没有人怕你啊，罗文斌。你要是诚心找麻烦的话，我们可以打电话报警。你们用不着那么紧的，不卖算了。阿彪，我又不向你借钱，你怕什么？哎，文斌，文斌，我不要理他，不要怕他。对，阿彪，阿彪，你们不了解，这个人我惹不起，他不要了我的命的。哎，阿彪，阿彪，文斌，文斌。阿彪，我交朋友从来不勉强，你又何必追来？不是啊，文斌，我有话要跟你说。我知道，你坐牢，玉红带着钱走了，是我害的。不是啊，文斌，我没有怪你，我只是觉得你跟天来的仇啊，不要再结下去了。哎，我穷途末路的时候，幸亏天来他收留我，照顾我。还给我工作做，凭良心讲，我觉得他还真是不错。文斌，我们年纪都大了，不要再结仇结怨的了。对了，文斌，这点工钱是我今天领的，那你先拿去花。嫌少啊？这是我一点心意，来，拿。